生平事迹一篇诗，绝世才华，绝世姿。朱门年少，空门老。艺术宗师，禅法师。这是台老师比较少有的一幅接近楷书啊，当然也有一点行书的笔意，比较接近楷书的作品。尺幅不大，而是我记得我在跟台老师接触的时候，他有一次跟他谈到弘一大师李叔同，因为我自己很喜欢李叔同的字。李叔同年轻的时候，大概十几岁吧，就已经成名，就天津那种世家子弟，琴棋书画都好得不得了，那一路从北方到南方去跟各个诗社较量，然后被认为是这么年轻可以是诗坛盟主的。那这样一个有才华的一个年轻人，你看他年轻时候的照片，那种漂亮，他是上台票戏的，去票京戏的。那到了上海以后，受到新的思潮的影响，就断发，然后穿了西装，还是翩翩卓氏家公子，然后到日本留学，学音乐，学西方的绘画，他有很多素描的作品留下来。然后最惊人是他办了春柳剧社，那现在还留下他的剧照，是穿着女装反串演茶花女的。这样一个在音乐、绘画、戏剧各方面都有绝世才华的一个人，可是到39岁以后，他就落发出家，在杭州的虎跑寺出了家。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生命非常奇特的两极的对照。那面对这样的生命，究竟该怎么去看他？好多人都惋惜说，你年轻时候这么有才华，你不管在音乐、绘画、戏剧各方面的表现这么惊人，你怎么舍得就入了空门，然后万事不关心？而我记得跟台老师谈到弘一时候，台老师说他的书法真厉害。那他跟我举的例子说，他在大陆一个寺庙里看到大的匾额，他说以前看他抄佛经，他不知道他可以写那么大的字，而他说那么大的字那么稳。弘一后来把所有东西都停掉，跟音乐无关，跟绘画无关，跟戏剧无关，甚至跟书法无关，他只做一件事，就抄经。那这个抄经对他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甚至我们都知道，他到最后最后的时候，他曾经进行一个奇特的修行，就是刺血写经，他用自己的血来抄经。他给我的震动是说，他了解到创作最后其实是生命，生命的血泪，不是艺术的美，最后并不是外在的形式，而是完全内敛的某一种东西。所以我每次看到他晚年的这些我们叫做书法的东西，其实字外有字，就他有更高，比那个书法更高的追求。那 也是他很有名传世的一句话，说他说人不要因为艺术好而流传，传世有名，他说应该以生命使艺术传世。那我想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讲法，就是我们也可以说他在艺术之外其实有更高更高的一些向往。弘一大师在遁入空门之后，很多人甚至也有批评的话，甚至觉得啊，都在中日战争你还不出来救国，那整天在那边念经抄经，就是都是负面的。可是生平事迹一篇诗，这样的一个生命，如果你从他年轻十几岁琴棋书画，到后来
画素描，画西学西画，写长亭外古道边这样的歌词，到反串春柳剧社，他的生平根本就像一首诗一样。那我想这里面有一个对生命很不同的包容性，绝世才华，绝世姿。我特别喜欢这一句，因为才华最后其实是一种姿态，就是这个 我常常看弘一的照片，我都觉得每一张照片都惊人，从他反串的茶花女的那个姿态，到他最后打坐的一张老僧入定，我觉得那个姿态这两个字不是一般人讲的外在的做作，其实是因为内在生命到达一个程度以后，绝世才华，绝世姿，你是可以在照片里看到的，就它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姿态。那这个朱门年少，他年轻的时候是这么有钱的豪门的少年，那个衣服都穿得讲究不得了，你可以看到他票戏的时候那种漂亮，这种朱门年少可是空门老，用了两个门的对比，空门是他自己生命最后放到一个最高的修行的状态，艺术宗师禅法师，那么在艺术上不管音乐绘画戏剧都要追到李叔同，等于是一个艺术宗师，追求的更高的是生命的禅，建立了一个新的宗师这样的一个地位。这个诗非常动人，一下子切题的讲到了近代一个绝顶重要的人物弘一大师李叔同。那我想台老师对这里面一定有很深很深的感受，所以就很工整的写了这样一件作品。那虽然作品不大，可是我觉得是很能够表现出台老师的心境，因为我们刚才讲到很多台老师好像有很多社会关怀，有很多很革命的热情，我看到这样的台老师写这个句子，我自己也有点惊讶，因为他写龚定安，他写陈独秀，其实可以看到他思想上的一脉相承，可他当写弘一的时候就不太一样。我特别要讲的说，生命完成自己的人大概都能够懂另外一个生命怎么完成自己，那我觉得那里面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包容，说明了他也在完成他的生命，弘一也在完成他的生命，所以这里面有一种绝大的包容，跟对另外一个生命完成他的方式跟自己不同的一种尊敬在里面。